这首歌对你最大的严重的问题就是低音低不下去，高音又高不到，所以你唱这首歌是吃力的。感谢你的爱，你总是在我身边，因为知影你的好，我希望陪你走人生的路。感谢你的爱，千言万心爱，无论是风也是雨，阮总是跟著你的脚步。一生的爱拢予你，只要你过著好日子，因为你予阮勇气，甲添人生的意义。一生的爱。是平燕，平燕，老师好。听起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但是说优点也没有说有太多的优点，说缺点也没有太多的缺点，就很平顺。可能也是因为你还没有变声呢、啊，其实还没有到转身的时候。这首歌前面听起来是比较低的、啊，低的部分你也低不下去哦，就可能跟你的这个原来的声音可能也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挑歌的问题，可能这首歌没那么适合你唱。我说实话。但是就是你很安全的把它唱完，那有没有大缺点也没有，但是有没有好的优点其实也听不太出来，所以就是你下次在挑歌的时候肯定要挑一点你又 更能够把握的歌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平燕老师好。我觉得这首歌对你最大的严重的问题就是低音低不下去，高音又高不到，所以你唱这首歌是吃力的。哎，大家很吃力唱一首歌的时候，其实你的声音哦，其实你都不用去想太多画面，很单纯的去把这个歌唱完整，其实就会有一个很完整的画面。但是因为你的高音跟低音，这首歌已经超过你的一个可以控制的范围，你反而那个纯粹的感觉，那个情感不见了。所以今天三位都很严重的问题。小品正平燕得到的成绩是哇。43.9分，好，恭喜两位登上我们候选人宝座，恭喜李老师，恭喜加油啊！